夜之城。昨天的死人乐透最后结果是满打满算的整整30个，多亏了没完没了的帮派火并，光海伍德就挂了10个，但有一位警官也挂了，我看你们全得赔钱，因为 NCPD 肯定咽不下这口气。圣多明哥再次发生停电，电网遭人破坏，又是网络黑客干的好事。与此同时，韦斯特布鲁克的创伤小组还在人行道上替赛博精神病的受害者收尸。而在太平洲呢？好吧，太平洲还是那个太平洲。我是你们的铁哥们 Stan， 和我一起开始逐梦之城的新一天吧。